好啊，蜜蜂姐姐，我们啊要玩什么游戏呢？我们来玩一个猜声音的游戏。好，请出题。好，注意听喽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啊风吹过风铃的声音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还有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小朋友准备要喝汽水喽。哇，青青哥哥，你好聪明哦！那我们玩完小游戏之后，你有没有感觉精神变得比较好啦？嗯，有呵。好，那现在赶快跟我一起来找小朋友跳舞喽。好，那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喽。咖喱村早餐店，营养。
他说 I want candy yellow I'm sorry。 高一唱的早上真热闹，悠悠的肚子 green green green。 大喜跟他说 I want milk hello I'm happy。 高一唱的早上真热闹，叽里咕噜肚子 green green green。 大喜跟他说 I want chocolate yellow I'm sorry。 高一唱的早上真热闹，啊呜的肚子 green green green。 大喜跟他说 I want egg hello I'm happy。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姐姐跳完舞了，现在容我出题喽。好，没问题，请听。啊，这是小狗汪汪叫的声音。没错，还有还有。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猪妈妈要找小宝贝的声音耶。哇，蜜蜂姐姐你好厉害哦。嗯，我觉得除了可以玩猜声音的游戏之外，小朋友也可以用声音来编故事，也很好玩哦。没错，一大早让我们小脑袋动一动也是好的开始哦。那小朋友，我们下午再一块来唱唱跳跳咯。下午见。